从欧罗巴到亚西亚，从保温杯到纸尿裤，它的影响力横跨欧亚非，掌控进出口。它就是英国最红 IP《哈利波特》的作者 J.K. 罗琳最喜欢给女儿读的故事《彼得兔》。彼得兔诞生于遥远的大不列颠帝国苏格兰湖区，他的系列连环画《小人书》一经推出便风靡全球，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弹指一挥间，它见证了一个世纪的媒介发展，实现了从2D到3D 的跨次元转型。那一身光泽华丽的绒毛，半永久蓝色外套，卓越的表情管理，敢想敢做的领袖气质，斩获了无数读者和观众的芳心。2021年的春天，他带领兔兔天团复出了。这一次，他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，极限挑战不在话下。是引人入胜的剧情片，是质量上乘的动作片，是脑洞大开的奇幻片。一张票价值回3倍体验，霸屏百年，兔界顶流，激情打 call， 入股不亏。